说你今年生日最想要得到什么？我这里应该不能高空弹跳吧？我们现在把眼罩拿下。上半身全湿了。Happy birthday！ Stand in 5, 4, 3,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Dude Man， 我是 Ian， 我现在讲话要很小声，因为 Eric 在睡觉。然后这一集呢，今天这个企划，我要给 Eric 一个生日惊喜。我们现在人在 Ottawa， 加拿大。OK， 我以为他起来了，应该没有。我们明天要去拍这个城市，就 Ottawa， 其实是加拿大最无聊的城市。我们刚到 Ottawa， 那今天基本上是一个休息的一天，明天才拍，所以他不知道今天下午会发生一件很恐怖、很有趣、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话，大家知道我们之前在台湾跳高空弹跳的时候 ，Eric 没有跳到，因为他体重上的问题。我超过体重了。他想要完成他这个 bucket list， 可是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完成。那我们现在在加拿大，我看了一下，在阿拉瓦附近有一个全美洲最高的高空弹跳，而且他这个体重限制比较高。130公斤以下都可以，我已经帮他买好这个名额了，他都不知道等一下他就要跳高空弹跳，我自己都还蛮紧张的，因为我看那些照片跟影片真的超级高，好像有机会头或身体会直接跳到水里面。Eric 生日大概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到了，不过他生日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安排，我们也不打算拍片，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我有准备了这个生日惊喜，希望他会喜欢全美洲最高的高空弹跳 ，Let's go。你起来了吗？你现在想要去买咖啡是不是？这样说吗？是不是觉得有点累？有点累啊。我们家等一下有事要做。等一下什么事？你最近就是生日吗？你生日快到了吗？我不是要拍这无聊的城市吗？那个我们明天拍。这个小礼物要给你啊。买咖啡可能这么晚了，我们也不要买了。真的要快了，这个时间真的真的要走了。I did not see this coming。我要穿什么？你就穿舒服的衣服就好。我不会说要去爬山哦。好，牛仔裤可以，然后重要袋子，重要袋子，重要袋子，我不知道会不会用到。哇塞 ，OK，Let's、okay. go。你说你今年生日最想要得到什么？哎，真的不知道哎、欸，我这个人的物欲其实真的还好。哎，有没有什么不是物品之类的东西想要得到什么？对啊，大家帮我这个影片按赞就好了。OK，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不错，还不错。难怪今天我说我们可以开拍最无聊城市，然后你坚持不要。我就说先不要，先不要。我就觉得你的理由好像有点牵强。今天是应该可以开吗？今天拍片，我看那个气象会下雨，这个比较有趣啦，感觉是个体验。不是东西咯，不一定啊。这里有什么事可以做？最无聊的城市，带我来这边庆祝我生日。好，那我拭目以待哦。去买咖啡。对，还是说要去买咖啡？我们本来行程就是要买咖啡，然后回去工作的。是是应该来得及吧？不过要快，真的要快。这里应该不能高空弹跳吧？哦，你最想要高空弹跳？没有啊。这里应该也不能自潜吧？你在想一些有没有之前想要做的没有完成的？对啊。所以你自潜什么时候要完成？没有自潜，就是如果真的哪一天我们一个月后要去澳洲的大礁堡哦， 然后我就会问了那个，就 OK， 我赶快去学。哦，高空弹跳就是可能找一个刚好去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对，然后没有体重限制，就可以。好了，先买咖啡，然后等一下 Uber 大家。OK， 我们车要到咯，你一上车就先带好这个。What the fuck？ 因为我怕你会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要被丢包了，哎，不好说哦。去哪里还要我带空拍？那一定不是城市啊！哦，所以就是刚不让我睡觉，让我在车上补眠。我可以睡多久？大概半小时。你车来了。哇，那我要先带了，是不是？还是上车再带？你上车马上带哦，你不要看他的 GPS 哦。I'm taking him on a challenge, and he does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yet. So if you know where we're going, don't say anything. 可以补眠一下。OK， 各位，我们已经到了。来来来，真的啊 ！Oh my god， 我会不会打开前面是悬崖？往前走啊，往前走。哎、欸，我真的毫无头绪，我跟阿德瓦很不熟，这里到底可以干嘛？好啊，我们看这边，看这边。对对对，重点在后面，我们现在看前面。我们现在把眼罩拿下。Oh my， 好，你不要乱看哦，你不要乱看哦。你生日就是快到了嘛，对不对？对。那这次呢，就帮你特别准备了一个你一直想要完成没有完成。
痛的事情。是什么啊？而且是真的，我请你，不是公司的钱哦。之前不是去高空弹跳嘛，对，没有达成嘛。那我发现刚好在这里呢，这里也有大家有全美洲最高的高空弹跳，真假的？所以等一下你会从这上面跳下来。Oh my god! Oh my god! 我没准备好嘞、欸，我今天才刚下飞机吗？我也还没准备好。全美洲最高，全美洲最高，而且我看过了它的那个限重，130公斤以下都可以。我最近吃很多呢，我跳到130。它是跳到水里面，你可以 ask for a dip in the water. Do I want it? You want it? I want it. 可是它怎么算准？就是我的体重刚好是 dip， 而不是 the whole body。所以它上面写 not guaranteed. You can ask for it, but not guaranteed. 好了好了，走了、oh、走了走了，赶快把它 check in， 我有点来不及了。Oh my god. Hi. Ken. How do you like your surprise? How do you know? I saw him last night. I'm Jesse. What am I doing here today? Have you sent your waiver yet? I guess not, because it's a surprise. Yes. All right. So you can go in the tablet right here and just sign your waiver. Oh, ok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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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甩了！赶快签 waiver 啦！三百来位哦，我几岁了？你31，快32了，快32了。说不定我就停留在31了。我会不会得晚上网查？他说你可以 choose to be tied on your waist or your neck legs. On my neck. 我觉得你应该 go for the legs. For the legs. 那比较可怕，是不是？对啊，就是直接手可以碰到水。你 gauge 一下你现在到几公斤？应该就90啊。你又变90了，你不是87？上次就90啊。Are you gonna jump with the coat?Sure. The walk up the hill will get you very, very high. Oh, there's a hike? Yeah, there's a hike. 你不会说要去爬山哦。Yeah, we're hike. That's the main challenge. Yeah. Make sure you have nothing in your pocket, and you can take off the watch as well. Okay. You can give me your hand. This is in pounds. Okay. Oh my god, almost 200 pounds. 我感觉肥了。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take your stuff, give it to your friends, and wait here, guys. I'm gonna call you every when it's time for your jump. Okay. All right. Thanks. So just relax. How to relax? I see on the website this is the highest bungee jump in the whole of America. Yes. Is it true? Yes, it is true. Wow, that's 200 crazy. Feet, guys. You can show the tower. Yeah. How high it is. 200 feet. Okay. 真的是很 high 哦，这个很 high 哦，真的很 high 哦。我觉得这个写在我手上，根本就提醒我要减肥。就提醒你。烙印在我手上。还是直接用个tattoo好了，直接永久，永久提醒你的。后跳，所以我跳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或有多深。可是这个你要看着它，你看着它跳下去，200英尺会不会是300英尺？然后顺便自潜，对你直接一个海底捞，哦线，对，哦，上半身全湿了 ，Let's go。我刚刚还没睡醒，还来不及反应。我现在看了很多人跳了几次，现在有点紧张了。OK 啦 ，OK 啦，你看没事。好了，好了，那我就不陪你上去了，我在这边啦。哦、Have fun 啊 ！See you later. See you in the water. 哦，他们终于走上去了。That's Eric. Hi. 哦，要换 Eric 了。Let's go, Eric.走这个 bridge 也很恐怖哎，它是整个悬空的。Let's go。OK， 下一个就是 Eric， 真的是好紧张哦，我都很紧张了。希望他能够 enjoy， 希望他有碰到水。Happy birthday, Eric！ 5, 4, 3, 2, 1跳脱舒适圈，跳脱舒适圈 ，Let's go， 跳脱舒适圈 ，Let's go。怎么样？我跟你讲，上面真的超陡的，而且你知道看前面跳，而且没有人
推你，对不对？你是真的就是 on your own pace。我现在心脏还在跳。哎、欸，跳好快！别这样，别这样。我想要 dip。对啊，但是前面两个人也想 dip， 但都没 dip 到，好像没算好那个距离啊，很可惜、啊。哦，真的蛮可怕的。Oh my god！ Well, that was good. Good job. 活着的感觉。生日快乐！ Oh, 谢谢谢谢，很好的生日礼物，完成我人生清单很上面的一个东西。可以，那这就这样，期待明年生日。好，期待你的生日。不要讨厌生日，拜拜拜拜。至少值得安慰的是，这组人我是第三个跳，他是说从最重的开始，所以我没有最重了。对对对对对，最重。还有在美国你蛮安全的，在美国我算 OK 了。谢谢大家看这一集，就是我帮 Eric 准备的生日惊喜企划。那大家记得在下面留言祝 Eric 生日快乐。其实我们在加拿大阿勒瓦这个地方，大家票选这边是全加拿大最无聊的地方。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到我们的会员区就可以看到这一集的影片喽。